不合一句话，吸引东北人。你们感没感觉东北菜其实不好吃？你给吃啥了都？跟我有啥关系？他说不好吃，哪儿不好吃啊？东北菜整体我感觉就一般，那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菜啊。你锅包不好吃？谁到了？烧烤店不好吃吗？不好吃啊？烧烤不好吃啊？啊，就跟其他地方点的外卖都是一样的呀、啊。那怎么可能？吓我一跳！加麻酱，你把外卖都吃了吗、啊？烧烤怎么一般呢？烧烤一般，在全世界烧烤都源自东北。我们开辟辽三省，互相烧烤还挣钱。我天天翻到那些什么东北盒饭，那盒饭。盒饭，哎呀妈，盒饭还不好吃，啥好吃啊？真的不吃盒饭，我去嫖教。那东北饭包，那不就是普通的？啊！你别点名了，我求你了。东北菜菜码很小，这个体量对。跟那有什么关系啊？啥不吃？我不吃。那我们点一个菜，他能给拿6块啊？那都是两个起点。今儿跟蘑菇做肉给忘了，拉皮儿也有。赵本山小品也没啥意思。我叫白云，我叫黑虎，七十一，我亲武，我属鸡，我属虎，黑车，黑车老板多。你花多少钱做的？花2000，我3500，3500，4000，我5000，你就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，你真的，总结起来4句话，人好比盘中。